好啊好啊，咁软绵绵嘅梳芙你今年见到都够治愈啊，想一啖食咗佢，咁你就要跟住小编嚟呢度。呢间老字号由1888年开业至今，最有名嘅就系软绵绵嘅梳芙你今年啦。小编推荐呢个王牌1888套餐，由前菜到甜品都有，简直完美。前菜有5款可以拣，你睇，好似呢份火腿拼盘份量都唔少。跟住落嚟第二道菜就系重点嘅梳芙你今年。跟餐的鵪鶉口味不可以揀，指定了是野菌鵝肝味。小編本來以為鹹味會中伏，但居然驚豔到我。軟軟的梳芙裡上面灑了鹹鹽，將蛋味提升了出來，出乎意料的好。加上鵝肝一起吃，味道更濃郁。然而梳芙裡鵪鶉不吃一個甜味怎會心色，這次上面加了糖粉，口感好好，加上半碟的野莓，一甜一酸，好開胃。想再升華，同呢个加咗香草籽嘅雪糕一齐食，又热又冻，变化十足，劲好食。跟住落嚟嘅主菜都唔可以忽略，小编拣嘅呢道酒煮牛峡肉，煮得劲入味，口感柔软，值得一赞。最后系女生最爱嘅甜品环节，就系喺呢个甜品车上面拣3款中意嘅，而且每款都劲有水准，可以一次满足3个愿望。想嚟呢度？呢度系 JR 三手线有乐町站，绝对推荐一班姊妹逃离 high tea 啊！